鸡仔，你已经长大了，跟90学着点。龙争虎斗彼岸花，张总给你一个家，祝张总顺风顺水顺财神，朝朝暮暮有人疼。这大年你不别撒皮子，哎，就好容易消毒一年，就是11月份的事儿，去死吧你！一年了，一年了，有点毛，一年了，一年了，好不容易今天消停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觉得他不好意思，提高了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，他走路谁都不像。那现在由你自己说吧。我没你宝宝不强，我把你的事儿抖吧，你连家庭住址说出来了啊。今天早上生一肚子气，跟谁呀？跟我女朋友。您哪个女朋友？这什么哪个女朋友啊？这生一肚子气啊！他说什么事呢？你滚啊！去死！我没有听清楚。死啊！带着你的摄像大机这种破包的死、啊。他说了个丸子什么？滚！啊、滚！不要再说。你看这传唱度多高啊！你说有点毛病，你是不是？我这逮着了，滚啊啊！生一肚子气 啊, 啊！我女朋友这个她比较特殊啊，嗯，她可能跟大家在座男同胞的女朋友都不一样啊，肯定跟男同胞不一样。啊、对她、嗯，我女朋友是一个初三的什么老师？老师，差一点你就成了畜生了你！我这个节目里就没有你的事儿啊，兄弟！对，我就是一路人。对朋友两个人啊，晚上看夜场的进演去了，那不挺好吗？怎么了你？怎么了你？看个电影你就一？爬山啊？哦，还爬山？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我也不知道。来来来，哎，什么爬山是什么包袱啊？这爬山是怎么回事呢？闭嘴！疯狂炸挂王九龙啊！大哥，我是天上飞的，天上飞的啊。海鸥。解释一下，解释天上飞鸳鸯啊？哦，对，哦，水里，水里一个那个，那象征爱情的，爱情。哦哦我们过去文章，文章写的那个吗？啊，写的那个。哦，咱是哪个文章？好极了，不是演员，知道了。哎、不是演员文章，我知道。我让你怎么了你？我好像突然知道了不得了的事情。中间吧，中间的话，有人根本就不忘，有那个大炮的时候，太棒了！家里人根本就不忘了，真不一般，这一句，其实我说这一句，但是。